今天老三家又杀羊了啊，新鲜的羊肝羊肚啊放到这个菜板上，然后那个把这个羊肚啊给它分开啊，分开之后然后切成一小块一块小块的啊，然后就在这个家里啊就是席地而坐啊，就是一个牛皮床，然后菜板上是这个咸盐面，给它羊肚嘎开之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啊，然后蘸着这个咸盐面一会儿就可以去吃了。不够，吃一块，吃一块。哎呀，特别的香。给老三拿一块，给老三拿一块。你昨天到底干了什么？香不香，老三？嗯。哎呀。